Test. Listening.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.一，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考试成绩？下个星期一就知道了。女的想知道什么？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考试成绩？下个星期一就知道了。女的想知道什么？二，儿子的生日快到了，你给他准备礼物了吗？我给他买了一个书包。儿子的生日礼物是什么？儿子的生日快到了，你给他准备礼物了吗？我给他买了一个书包。儿子的生日礼物是什么？三，这饼干不错，给孙女买一点尝尝。好啊，我觉得他一定爱吃。他们想买什么？这饼干不错，给孙女买一点尝尝。好啊，我觉得他一定爱吃。他们想买什么？四，你妹妹不在家吗？她在外面和邻居聊天呢。妹妹在和谁聊天？你妹妹不在家吗？她在外面和邻居聊天呢。妹妹在和谁聊天？五，你们上个星期的考试难不难？我觉得不太难，因为我复习得不错。为什么女的觉得考试不难？你们上个星期的考试难不难？我觉得不太难，因为我复习得不错。为什么女的觉得考试不难？